马来西亚槟城八六拜高渊北海四所慈济幼儿园联合举办新生健检，总共有五个科别的检查。最近耳朵啦，有没有说有发炎啊？医师仔细询问，就怕小朋友不会表达自己身体的状况。马来西亚四所慈济幼儿园联合举办新生健检，让家长更了解孩子的健康情况。有时我们都是忽略了孩子的健康，因为小细节我们不知道嘛。说这里他有胶，他有温，所以我们才知道哦，原来是孩子有什么问题。槟城静思堂里共设置了五个科别的门诊，除了检查身体，医师和志工也进行卫教宣导，让小朋友学会照顾自己。女人要怎么做呢？也是低压、软黏贴，扫掉那些细菌，扫掉那些食物。健检当天正巧碰上世界肾脏日，洗肾中心护理人员也借机宣导肾脏病的预防。患上肾脏疾病的那个指数是越来越高，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，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哈去推广，去预防肾脏疾病哦。这次的新生健检不仅提供一个平台，让全家人一起学习健康知识，也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密温馨。大爱新闻梁淑婷、陈慧杰、邓顺伟，马来西亚报道。